肖战和杨紫的余生请多指教已经收官，粉丝们也在回味余生夫妇的甜度，导演更是期待两人二搭，相信这也是对两人演技和实力的一种认可。肖战最近在忙着拍摄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更是传出好消息。从一开始的宣发来看，肖战和李沁的搭档也让这部剧更加有了看点，两人私下也是很好的朋友，此次在剧中的感情线也是让粉丝们磕了起来。李沁跟肖战的关系从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官宣就已经解释过了，还解释过不止一次，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已经收官结束，现在粉丝们开始关注于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网上的路透更是频频出现，两家粉丝又坐不住了，还有人拿肖战杨紫做对比，说肖战对这两个搭档女演员的态度明显是不一样的，这不是纯纯臆想的吗？明明人家两个什么也没有，非要给人硬扯上关系。再说一次，肖战跟李沁真的就是朋友关系，他俩但凡要是互相有点意思，几年之前就在一起了，不用偏偏等到合作这部戏的时候。李沁因为接了《梦中的这片海》被追着骂了很久了，他没想着借肖战营销，所以在拍摄的这段时间有刻意的在避嫌，肖战团队正好也有这个意思，所以两边很有默契，不拍戏的时候根本不往一起凑。李沁之前尝试过放弃小青衣的路线，往流量小花的方向靠近，但是他的团队在营销这块不太专业，一点水花没激起来，反而把路人缘败坏得一塌糊涂。他现在也想明白了，还是靠演技说话，人生也已经在拍了。李沁和肖战此次合作的新剧，相信也会更加加深两人的友谊，两人都是多才多艺的正能量艺人，相信今后都会带来更加优秀的作品，未来可期。